好，另外最靠近正央的封滨乡亲不知子海上古道以及月洞游憩区，因为四月三号的地震，即日起暂停的开园，待后续落实清理以及确认安全之后，会重新开放。今天上午7:58，一阵天摇地动，沿海的封滨乡受强震破坏，交通灾况不断。部分来讲，就是台十一线，35.5K 是不通。那刚刚有一个回报，现在目前已经抢通一个车道。那光丰路目前也是都可以行驶，甚至瑞港公路是目前是封闭的，那其他都还是算正常。虽然包括台十一线35公里处的落石摊方已经先行抢通单向通行，光丰以及瑞港公路也实施预警性封闭，不过紧邻含山脉山壁的月洞游憩区以及知名的青不知海上古道，岩壁大小石块受强震侵袭应声掉落。为了确保游客民众的游憩安全，乡公所即日起暂时封园，待后续清理以及确认安全无虞后再重新开放。记者石玉兰，封滨采访报道。